我们这次要织的是一款国民领的背心。我们背心织出来，它的宽度会是五十四公分宽，以我的密度起针会起到一百五十二针。使用的棒针是五号的棒针，也就是三点六咪咪的。一开始我们同样要先量短线部分的预留线。这一根棒针的话，起针可以起到二十五针到三十针。我们就先量这边的二十五一个，二十五。 第二个二十五，25, 第三个二十五，25, 第四个这边可以起一百针，然后再量两根棒针，这样就是一百五十针。我们预留一根半棒针的长度，两根棒针也可以，一根半的棒针也就够了。我们从这边开始，棒针拿过来，手指头打开，棒针压下去，食指往前转，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 然后再来，食指往后，拇指往前，食指还原归位转。接着就是第二个步骤跟第三个步骤重复。我们再来一遍：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然后食指往后，拇指往前，食指还原归位转。然后再来一遍：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食指往后，拇指往前。 食指还原归位，转，再来一遍。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食指往后，拇指往前，食指还原归位，转。我们就用这种扭转的方式起,起针，起一百五十二针。十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 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我们这边起针一百五十二针起好了，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开始织两行下针织，上针不织。第一针下针，我们编织线绕到正面来，上针不织，挑过来，线绕到背面，下针织，线绕到前面，上针挑过来。 现在绕到后面，下针织，然后接着上针不织，下针织，上针不织。我们就用这种下针织、上针不织的方式织两行。两行织完之后，我们再来改针。我们这边两行下针织、上针不织已经织完了。接下来我们就是上针、下针都要编织，低针、下针我们编织。 线绕到正面，上针也要织；线绕到背面，下针；线绕到正面，上针；线绕到背面，下针；线绕到正面，上针。我们从这边开始，下针、上针都要织，不管是正面、背面都是一样，下针、上针都要织。我们总共这一段要织七公分长，包括我们刚刚这边起针用掉的两行。 下针织，上针不织在内。依照我的密度，会是二十四行。我们先把这边七公分长先织完，我们再来织衣服上的花样。我们衣服螺纹这边的七公分长，二十二行已经织完了。接着我们就要来开始做衣服上的花样的位置的定位。我们同时要把这一副针换掉，换成七号的棒针，也就是四点二咪咪的。我们从这边开始。 把花样织上去，我们按照我们花样的排列位置来织。一开始我们要织十五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线绕到正面来，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我们按照我们这一张的花样来排列位置，也就是从这边开始往后面排。先织八针下针，我们放一个记号在这边，然后八针下针，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然后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十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然后线绕到背面，我们这边放一个记号，这是第一朵花。然后接着我们做第二组花的花纹就定位，同样八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 线绕到背面，十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这边同样再放一个记号，然后接着做下一组花，同样。 八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十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线绕回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同样放一个记号，再来八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 线绕到背面，十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线绕回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同样放一个记号。然后接着做下一朵花的花纹就定位，八针下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十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先绕回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这边同样放一个记号。这边我们同样织八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 线绕到背一面，最后我们这边十五针下针跟这边一样，我们织十五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我们这样花纹。 的旧定位第一行织完，接着再织三行，也就是这边的三行。我们把剩下三行的花纹旧定位织完，再来做第一行花样。我们这边四行花纹旧定位，也就是这边已经织完了，我们就要开始做麻花。一开始我们同样先把前面十五针先织掉，这边十五针我们不做任何变化，只要织下针就行了。好，这边。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我们同样把记号拿过来，然后编织器拿过来，我们拿四针下来，一二三四四针拿下来，我们放前面。 我们先织棒针上的四针，四针下针一、二、三、四，然后接着编织器拿过来织编织器上的四针，也是织下针一、二、三、四，然后接着先绕到正面。 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十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然后记号拿过来。 同样从头再开始一遍麻花，然后再来时针下针，就按照这个地方的花样织。这个花样非常简单。然后织完了这边的花样了之后，我们从背面算起七行，因为我们这边的麻花是八行的麻花，它其中一行要做麻花，剩下七行就不做任何变化，只要织下针。这边的话就是固定上针，这边时针下针，两针上针，就照这种织法。 我们总共要织三十二公分长，我的密度的话会是九十六行。我们把这边九十六行织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做腋下的这个地方。前片也是一样，织到这个地方做腋下。我们先把后片这边织到这一段，我们再来做腋下。我们衣服这一段三十二公分，九十六行已经织完了。接着我们要要来做衣服的袖口的减针，也就是这个地方的减针。 我们第一次减针要减八针，从这边减八针，左右都各减八针。我们袖口的减针要用套收，第一次的八针。我们一开始先织一针，再织第二针，然后把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二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三针。 再织一针套收第四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五针，再织一针套收第六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七针，再织一针套收第八针。然后我们把正面这一面整个织完，到背面左侧这边，在背面这一边的地方才能做套收。我们先把正面这边的。 按照花样把它织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的最后几针了，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到背面，我们再来做二减八的套收。好，这边全部都是下针。好，最后的。然后我们到背面，到背面，我们同样要减八针，8要做套收。 一开始，同样，我们把第一针织掉，线绕到正面，织第二针，然后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二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三针，再织一针套收第四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五针。 再织一针套收第六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七针，再织一针套收第八针。线绕回背面，我们把背面的全部织掉，然后到正面这边的地方，正面的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做二减三的减针。我们把这边背面全部先织完。 我们把背面最后几针织掉，然后到正面再做二减三的套收。好，这边织掉，然后到正面。到正面，我们同样，我们二减三的套收，二减二的套收做法都跟二减八的一样，只是针数比较少。我们同样二减三的就是第一针织掉，织第二针，然后把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 再套收第二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三针，然后把正面全部织完，到背面左侧这边，我们再做二减三左侧的套收。我们先把正面织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的最后几针了，我们把左侧这边最后几针织掉，到背面，我们再做二减三的套收，然后到背面，到背面我们也要做二减三的套收。 我们同样把第一针织掉，线绕到正面织第二针，然后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再套收第二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三针，然后线绕回背面，把背面的织掉，织完了之后到正面再套收一次三针的，然后再到背面再套收一次三针的，我们把最后剩下的一次三。 二减三的套收套收完毕，再来做二减二的套收。我们这边二减八的套收套收完了，然后二减三的两次，一次两次套收完了。左侧的也是二减八的，然后二减三，二减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二减二的套收。二减二套收跟二减三的一样，只是换成做两针。我们把第一针织掉，线绕到背面织第二针。 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然后再织一针，再套收第二针，然后接下来正面这边就按照花样的针法织，把正面整个织完到背面左侧的这边，我们再做二减二的套收。我们先把正面的先织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的最后几针了。 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然后再做左侧背面的二减二的套收。这边都是下针上针了，然后到背面，到背面我们同样织第一针，然后再织第二针，把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二针。 线绕回来，然后按照针法把背面织完，到正面再做套收，然后再到背面再做套收，同样都套收两针的，就跟我们这边套收跟这边一样。我们把两针的套收完毕，我们再来做二减一的减针。我们到正面这边可以看到，二减八的套收一次，二减三的套收两次，二减二的套收两次，已经做完了。 左侧的也是一样，二减八的一次，二减三的两次，二减二的两次也做完了。然后我们这边做完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在套收是在背面套收，然后织到正面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二减一的减针。这边会产生一行断差，这一行断差我们到后面再补。然后我们这边二减一的减针的做法是。 还有就是我们在织衣服的时候，旁边如果看到有这种花样的话，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麻花，接下来麻花没办法发做，我们就不要做，只要织下针。左侧这边也是一样，做不出来，我们就不要做，就做下针就好了。然后这边第一针织掉，第二针、第三针，我们两针一起织。然后这边我们就织下针，织过去。 到下一行这边就没有办法哈做麻花，我们就不要做，就直接织下针就行了。我们把这一整行织到倒数的最后剩三针，我们再做左侧的减针。我们这种二减一的减针，我们要做四次，现在是第一次。我们先把第一次织到左边，再来做左边的减针。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最后几针了，我们把左侧最后几针织掉。 最后留三针做减针，好，我们这个记号拿掉好了。线绕到背面，这边麻花的地方我们留这三针，所以再织四针，一、二、三、四，可以看到我们留下了三针。我们这边减针方式，新手的话可以挑一针过来织一针，然后把前面这一针使用套收的方式套收过来。 它这样子就收掉了，然后把最后一针织掉。这样子的话，左边减一针，右边减一针，就减完了。接下来还有三次，自己大家再照这种方式再织三次的减针。三次减针完毕之后，我们再来做四减一的减针。我们先把剩下来的三次做完。我们衣服这边二减一的减针四次已经减完了，可以看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四次减完了之后，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要织三行才能做四减一的减针。我们这边三行一二三已经织完了。我们织三行是因为四减一减针要先织三行，然后再做减针。这边也是二减一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织三行。接下来我们这边就直接做四减一的减针。四减一减针我们要做两次，这边是第一次。 然后我们把第一针织掉，第二针、第三针两针一起织，线绕到正面，然后两针上针，然后接着线绕到背面，接着织，按照花样的针法织。我们编织到最后剩下三针，我们在做左侧的，也就是这边剩下这边三针，我们在做左侧的减针。我们先织过来这边。 我们这边已经编织到左侧最后几针了，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最后留三针。好，这边下针的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最后三针我们挑一针，挑一针，左边棒针对穿，两针一起织，也可以使用套收的。然后我们把最后一针织掉，可以看到我们四减一减针已经做掉一次了。 然后接着再织三行，一二三，然后再做一次，这样子做完了时候就是四减一减针做织完了。好，这边四减一减针，四减一减针，我们四减一的总共要做两次，两次做完了之后，我们这边要再织四十行，往上织四十行。四十行的话，我们实际上要加一行，等于要织四十一行，因为我们这边二减一的。 我们提早做，提早做的话，我们这边会有一行断差，我们一行断差要在这边补掉，所以我们这边要织四十一行。我们四十一行织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来做肩膀的这边的引反针。我们先织到这边，把这边四十织到四十一行织完。我们袖口这边四十一行已经织完了。我们这边算针的方式，因为有小朋友跟我说不会算针。 我们算针的方式，我拿上来给大家看。这一针是最后，就是我挂这个红色记号的这个地方是最后一针。这一针不能算，从这一针上面开始算起，可以从这边开始看到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四十，连棒针上这一行四十一针。 我们知道这边已经四十一行了，也就是到这个地方。从这边到这边，我们要开始做这边斜的引反针。我们先把这边引反针做出来，我们再把衣领的套收套出来。我们先做这边引反针。我们引反针是要做六针的，要做三次，两行做一次。那我们这边肩膀总共是二十五针，二十五针加上我们这边的衣领的四针，就二十九针。我们从这边织过来二十九针。 再回头才能做引返针。我们先织过去二十九针，从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然后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然后我们要反到背面，反到背面，我们同时这边衣领也要做两针的减针。 我们先做衣领的减针，织第一针，线绕到背面，然后织第二针，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再织一针，再套收。我们把背面这边织过来，织到最后剩六针，二四六。我们在这个地方做引反针。我们先织到最后剩六针，这边背面有，就是看到上针织上针，看到下针织下针。 我们把背面这边先织掉，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快接近做引返针的位置了。好，这边二四六还要再织两针，然后接着我们后面这边六针不织，可以看到二四六不织。我们把整个衣服反到正面来，然后我们线放到正面，从正面的这个地方。 再织完这一行，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一针，现在放在前面，拉到后面织下针，它这边会有一个引反针，会有个洞，我们最后会补这个洞。我们把这一行织完，然后再到背面，然后还要再做引反针，同时要做，还要呃减衣领的两针。好，这边先绕到背面，我们这边花样做得出来，我们就做。 我们拿四针下来放前面，然后从这边开始，先织棒针上的四针，然后编织器拿过来织编织器上的四针。这边四针也是下针。我们只要知道这边的时候可以做得出花，我们就要做；做不出花的，我们就织下针，或者是配合旁边的上针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 先绕到背面，两针下针，可以看到收掉了两针。我们再到背面衣领还要再减两针，从这边把第一针织掉，然后线绕到正面织第二针，第一针套收到第二针上面，然后再织一针，再套收，然后接着这边把这边。 知道这个地方，再往前再算六针。我们这边二四六到这边，算到这个地方。好，我们这边同样看到上针织上针，看到下针织下针。我们把背面这边先织掉，织了最后剩六针。好，这边两针，先绕到背面上针。 可以看看到，我们这一针是刚刚做的引反针二四六，2, 4, 6, 所以这个地方要做引反针。我们反到正面，然后线放到正面，直接织下针，线直接拉到后面织下针，它引反针出来，线绕到正面。我们这边同样要织花样，看到花样的地方也照样要织花样。然后这一行织完到背面，我们再做背面的。 还要再做一次引返针。好，这边衣领这边还有两行，然后到背面，然后接着这边第一针织掉，第二针织掉，线绕回来。我们这边七针，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边剩七针，这边可以看到引反针刚刚做的二四六六针，这是第三次做的引反针，线绕到正面，然后线放到正面，同样从正面把线拉到后面织引反针。我们引反针全部都做完了，然后做完了之后，我们还要做一行补一行洞。 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洞的地方，我们要补洞。从这边，这边是看到上针织上针，看到下针织下针，线绕回背面。这边三四五六七，然后我们这一针要挑过来，再挑一针。左边棒针顺着这个右边棒针的方向往前搓，右边棒针搓出来，从正面往后搓织上针。 它引反针的洞就补起来了，然后接着这边再织到下一个引反针的地方，我们还要再补一个洞。先绕过来上针，这边就是引反针的，挑一针，挑一针，左边棒针顺着右边棒针的方向往前，右边棒针抽抽出来，从正面往我们这边背面抽过来，织掉织上针。 然后再接着知道下一个引返针做的引返针的地方再补洞，同样挑一针，挑一针左边棒针，顺着右边棒针往前搓，右边棒针搓出来往后搓，织上针，然后这边织掉，这边右边的就完工。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袖子织出来它是斜的了。 然后我们把这边线剪断掉，这边线剪长一点，剪两根棒针长好了，因为我们这边要做留一段线做肩膀的连接用。我们把线剪断掉，这边就不管它，先把它绕好。然后我们要做后片的衣领。